接下来的这几天都是阴天，没有好天。我们之前整理辣椒的时候有很多散落的辣椒，来这边加工一下。已经在里面了，这是别人家的，他们是把辣椒全部都摘下来然后来这边烘干，没有好天都没有好办法。辣椒从这个大的传送带进去，这边是一个大的烘干设备，辣椒从这里面都出来了，已经干了。这个时候是热的，经过这个传送带，这里有好几个小风扇，直接把辣椒都吹凉，然后就直接装袋了。这是烘干的辣椒，凉凉的，就直接装袋。